陈雷。你歌名是咩？不能说的秘密。系周杰伦嘅。系套戏系套戏系不能说的秘密。有啊，有睇过。嗯。你睇过，中唔中意啊？我只系记得佢咁样。唔系啊，佢系你睇望嗰度先。哦。系啊，系啊，佢系咁啊，系啊，系啊，歪心啊嗰只。你以为街坊系？佢系咁啊，佢系咁啊，佢系咁噶啦。好 ，OK， 好，好啦，咁啊，我哋不如最后台交俾喂你啊，你啊，有请陈雷。连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我是命运的坚持。最后陈雷嗌嗰下，我谂啲耳鼻喉科医生会睇到佢嘅喉咙，话冇事，啲牙好整齐。好啦，睇完之后，我哋要听下评判嘅意见。陈雷今晚唱首歌咧，真系完全系冇得顶，因为哦，多谢多谢多谢。你嘅性格，你嘅外形，同埋你嘅音乐感，系今晚。咁多次咁多人嚟比赛，今日係最有型嘅。我就发现陈雷喺唱功方面呢係比以前进步咗都几多下嘅。咁当然如果你要去到想喺亚洲星光大道呢去到最后嘅总决赛嘅最后几名嘅话呢，你必定要再加配喺唱功方面嘅练习囉，无论你嘅高音啊你嘅音准啊。如果你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呢，以你嘅感情嘅发挥同埋个性呢，其实你係可以越嚟越好嘅。咩叫带住对 band？佢做到，你问下老师系咪？系咪啊？系咪？系啊！乐队其实系摆好多感情喺度嘅，个感情唔系净系你发挥，但当你系好食嘅时候，好食个 tempo， 佢你发挥到咧，乐队系俾你拉住上嘅，即系但系你今日系咁多个唱歌之中，你系唯一一个带得起乐队。佢嘅声味真系越嚟越累积，系越嚟越犀利啦！咁即系。
我覺得佢嘅演出又好感染到我，我覺得真係好好睇喎。咁真係好期待有另外一個百變梅艷芳。啊！多謝多謝多謝。多謝評審啦，65分。角色太轻重，只有你把我防卫突破。Could surrender, man, pray the right guy to do。不管伤口真不真的，敢说就敢做，认真的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他，没有爱我。答案都不会有用，总觉得自己戏份太笼统，只有我把你的心看破，我想也不会有人陪我流浪，再爱也没有。如果两个分别咧，就系、是、如果讲基本功咧，就阿天龙赢炮哥嘅。但系如果讲 passion， 如果讲唱嗰个心咧，就系、是、把炮哥赢翻啊天龙好多。但系陈雷咧，佢每次都有 surprise 有惊喜俾我哋。今晚咧，我俾吓亲真系，唔系你找我，而系今日你嘅你唱呢只歌咧，嗰、那个唱功啊或者技巧咧系冇乜嘅，但系我中意你嘅。表演你的 performance 一出嚟企喺度已经好有型啦，但我哋要承认嘅咧就系阿炮嗰个声系开咗好多，比佢以前喺个喉咙嗰度咧，佢系开咗好多，同埋佢嗰个 mood 呢只歌你真系，我觉得今晚你唱得好好咯，虽然嗌嗰度系会走音，即系但系冇办法嘅，喺嗰个 groove 嗌出嚟，你仲可以更进一步。当我睇到陈雷要唱 blues 嘅时候，我开头有啲担心，因为呢首歌咧对你嘅负荷咧会好重。因为呢一首歌需要咧嗰个 power 啦，同埋咧声音嗰个能量咧系好高，咁但我好开心见到咧系陈雷而家喺拿捏呢一个音准方面咧，真系比以前都好咗好多。我谂你咧如果开头唱呢一首歌咧，你应该好快就会俾人勾噶啦。好彩你而家先至唱啦。陈雷冇得讲啦，我就嚟要入去个 fan club 噶啦。我觉得佢一出嚟咧就已经系好吸引到我去睇佢。咁其实个衫佢嘅暖着，咁佢都好似几有型咁样啊。咁这个就是自己本身那个性格可以带出那个衫的味道。多谢评审，陈雷68.6分，赢了于天龙的66.7分。